你看他睡觉是这么睡，他那脖子也他妈也累，看着没？因为他那个脖子吧，他需要休息，他脖子都在，你看这个脖子也是都，他把脖子搭了在后背上，我头一次看到这个天鹅是这么睡觉，这个也是，你看这个小样，照的看着了。